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甜蜜蜜。回来，放狗！家里，你来哪儿去了？站住！哎呦，干嘛？放狗！想跑是不是？啊，没有啊，放狗！那你看到我跑什么吗？没有跑，我突然想到我家里在包那红薯，我要回去关火。你手上拿了什么？哎呀，没有什么，这个欠我几百块钱，什么时候还？我。卖猪花就还给你，几个月我看上你有没有钱钱？哎呦，别动！没有钱，今天怎么办？你说，我回家卖猪花，再还给你。卖猪花还给我，拿什么还？我那边有流星，想跑啊！哎呦啊！跑！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没有用的，没有用，拿过来，这个喂猪花的。哎呀，小伙，动他！想怎么样啊？哎呀！快！你想怎么样？打死你！哎呀！哎，这是什么？王哥，不要拿我这个，我这个今天晚上要拿回去加班开心了。哎，这个不行，哪定开心你开心，不如我开心不行了。哎呀，这底啊，底底数啊！哎呀，这是底！哎呀，哥，王哥，不要麻烦他了，你欠他几百，应该的。走，这是我好不容易去那个二叔公那里拿的。你走。哎呀，这我没有这个，我今天晚上加不了班呐！你找！哎呀，这是我捡桂枝买的，黄哥改回我啊！来了，再有都不能说。